可以了。哇，这差不多，这鸡肉，刚刚压了一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压得很好了。哇，压得比他的还好哎。这是新的还是哪个？这旧的，你再拿一个嘛。再拿一个。压得很好哎，嗯、比他的还好啊、哦。可以。我把它特写一下啊。嗯，特写一下。是啊。嗯。加油，他们点满哦。嗯，那里。哇，那压的比他们还好，他肯定高兴死了要。开心呀。嗯。再来一个，哎，真的哦。后面没有糊啊，一点都没有啊，还有一点点，就是可以再加厚一 点。那没事。这个大功告成啊！可以，开始啊。就这些接线的地方。这个地方还接下去咬，是泄压，这样就压不了了。嗯。下来了。嗯。这样是正确的。我这个过程反正弄下来，然后你到时候再解释嘛，是吧？嗯。我感觉这个线呢，嗯，这边要吗？要拍吗？这个线你也要拍一下，要吗？这个线要拍吗？这个线要拍。他们，待会儿我把这个线拆掉。哦。按照标码，这个就是。P。没电了吧，兄弟？啊，有电哦。啊，有电。你别吓我。这个24伏都没有，这380的油，没那么多。不用。真的。你要说一下啊，差点。这个是24伏的，这几个是380的。我操！我差点拼命了我。好了，我拍得很仔细了。好，再拍一下这里。哪里啊？拍个保护装置，你看一下啊。哪里？怎么样？保护装置。就是有时候人手这样拉进去的。嗯。这我要拉出来的。对，我整体弄下，你操作一遍。哦，叶妈她那个自己就弹开了。哇，就那些光人家手压了。来，操作一下保护装置。你拉我不管，反正你把保护装置那个操作方式，来等一下，操作方式来。等我搞一个。你不用怎么搞了，你就把这个操作过程弄了，之后小钟会向他解释的啊。没有，我现在拉着。嗯。啊。很明了。OK。